喜欢吃的中国菜吗？我喜欢吃串。串。对，然后火锅我吃不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吃麻。对，然后最喜欢吃中国的大闸蟹跟小龙虾。对，就是在我就是他们说吃小龙虾一定要到长沙吃，但有可能就是我到广州啊，到杭州，到上海，我都会吃。就是我很喜欢吃小龙虾跟大闸蟹，尤其是那种辣炒的那种，就特别喜欢。吃辣了，嗓子唱歌的话还有影响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，就但我喜欢吃，就是喜欢吃。对，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支付方便，我就喜欢这个，就像就是在泰国的话，出门就一定要带一个大包，然后对还要带钱什么的，但是就是在北京就是。去哪都就手机就可以去了，对，就很方便。这个假期准备怎么过？首先先看有没有通告，就是如果有通告的话，我还是会努力的先把工作做好。那如果有长假的话，我应该会好好的待在家，享受自己的生活，然后有可能会出去见见朋友啊什么。月饼其实都能吃，但就不能吃里面放蛋黄了。我不太喜欢吃那个蛋黄的味道。